所以千姨她是真的失忆了，她今天来其实什么也想不起来。她都在演戏呢，而且她私底下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那这霍秀德不是过瘾吗？她那张漂亮的脸蛋，不要拼我多少美，靠她行吗？我拼，靠的就一个字，色。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我胡说的。你这说出去的话，还能收回去的？放心，我不会乱说的。怎么回事？她又不是什么好女人，经手的男人好几个。说什么呢？跟我道歉。行，我没说你，这男厕所就干。别想碰我，道歉。行，你先松手吧。你说说，什么叫勾搭男人？我勾搭男人你看见了？哪只眼睛看见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多少钱？我说长得要是人乱说什么？说就是你们俩就有腿，我现在就给你们曝光了，信不信？给我闭嘴！我今天就打死你！金，喝多了。金，想的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好吧，你看看他们，陆总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